由肖战与杨紫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已经完成有2年时间了。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剧作应该就要播出了。《余生，请多指教》是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而来，这篇小说的受众并没有多少。大家之所以对这部剧这么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主演肖战和杨紫的缘故。肖战与杨紫是目前娱乐圈中人气数一数二的演员，这种双顶流合作的剧作并不多见。因此余生这部剧能够这么令人期待也是有它的魅力的。众所周知，余生是一部都市爱情剧，主要讲述的是由肖战饰演的顾伟与杨紫饰演的林之孝之间的甜蜜爱情。如今余生播出在即，假如此时肖战与杨紫率先在剧外公布恋情的话，两家的粉丝会作何反应呢？如果肖战此时与杨紫宣布恋情，说不定鹿晗与关晓彤便是他们的前车之鉴。肖战与杨紫宣布恋情可能会导致粉丝集体脱粉的现象，但也有可能会是双方粉丝强强联合的局面。